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識食攻略》，我係識食特工 Anna， 今日帶大家嚟到尖沙咀試新開嘅高質爐短燒，試完期間仲有85折優惠，超抵食啊！即刻跟我入去睇下啦！尖沙咀新開日本餐廳月火，佔地5000尺，除咗有爐端燒區之外，仲有 omakase 區，另外仲有4間半開放式榻榻米，同埋3間獨立房，充滿日式風情，環境舒適。炉端烧区放满食材，俾客人即点即烧，每日都有唔同嘅时令海鲜。推介起之翅有海中红宝石之称，肉质嫩滑，油脂丰富。另外仲有马友、龙虾、日本帆立贝、圣子，全部都大只又新鲜。特上刺身盛合同样新鲜，有白品刺身，包括海胆、大拖螺、真鲷等等。餐厅嘅选择丰俭由人，除咗单点之外，200几蚊起仲有唔同嘅午餐选择，有唔同嘅御膳同埋和食套餐。想食得豐富啲，可以試埋月火嘅萬事套餐，汁煮鮑魚食落野味，刺身3點由日本直送，非常新鮮啊！爐端燒有多款選擇，包括和牛、白鱔、黑豚腩、三黃雞翼、青椒仔、日本千兩茄子同埋串茄，雜錦海鮮天婦羅即叫即炸，食落脆波波啊！仲有白魚湯、紫菜茶即飯同埋南瓜布甸做甜品。除咗爐端燒之外，客人仲可以叫 omakase， 呢款名為心嘅 omakase 好值得推介啊！心 omakase 有前菜、刺身5品、寿司8品、软物、汤同埋水果。餐厅仲推出限时优惠，试业期间全日可享全单85折，每人仲会送一杯300ml日本山啤，同埋送一隻新鲜生蚝。与此同时，月火推出 giveaway 活动，详情留意翻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post， 将会送出免费2人午餐。有咁正嘅炉端烧同埋 omakase， 仲有85折优惠同埋 giveaway， 中意食日本嘢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！Yoo-hoo!